¿Qué maya? Ajá.这个延迟可真不像零点三，有一说一，真的不像零点三。说它是一秒钟，我就信。开下一把的，没得打的，还真打的。Ah!
快投降，快，好兄弟！投降得被吞那个。怪不得不投呢你。那个刷点要是烂的话就烂了。好。刚说刷点奶，急用兵呀！这把，我这个是个什么你？秀闪现他用一秒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发现这个人这个秒就亡。真是个秒救王。这天机不守。他又秒救，你是个神呐你！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又又来了，他又走了。
李永斌真是个奇才，绝对。哇靠，这都能碰佣兵，哎呀，也没通缉我，好飞。这可能要保平呢，所谓的用兵不救人。太快了，实在守不住，换一台。
刷点就行了，红毯我不去了，去小门。哎，我闻到了，闻到了调音师的。修杀他了，不换了。我相信佣兵会给机会的，对吧，佣兵？你不会卖的吧？卖了那就没机会了。是贴过来的，他偷偷摸摸过来的。你看吗？挺秀啊！卖都能卖，还卖？亲自也不敢修了，应该是四黑。都
不敢修，不修我继续追。没的呀，这怎么打呀？我都服了呀，他还能再上不车？我都去切切切条子。还不敢修，修感觉又要卖了，卖了只能保平，卖了，好喜欢卖人，把仙子抓出来，抓出来就能赢。他在教堂里面。完了，心态崩了。这次刀没刀？我这次刀没打到。知道电击不一定够，他要 TNT， 我有狙击狂，幽冥没护臂，他要抢修电击，直接喘。你手上啥道具？啥都没有。这就很难受了呀。还刷用户，刷用户不管用。这样交掉了吗？这么拽，我靠，没见过这么拽的。
香吗？秦风，他拔刺，救不到，死！好，他没了。还走外圈，走外圈身躯更不够。他是谁呀？不会用密码虫子？虫子能抓？奇怪。
好，你虫子跑得了。把这家伙弄死再说。佣兵怎么又跑不一样啊，他乱跑。
前锋加佣兵 ，nice。救不救？救不救？没鸟的先知，我这是卖的。但是这个耳鸣，他的小木屋。翅膀没带金黄呢，还是卖的。我刚捏完他就把下面捏掉了。下来，看来已经不配我们。哎呦，我是要带金黄的，带金黄要平局了的。那个平台也不一定。没，玩得好啊，佣兵。老师手撕这把就赢了，不需要出去。他电机不够，给他修。
西饭直接投了，我日，好家伙，还没把他炸死就点了。我靠，佣兵！这个人没修，他跑了。这不是个奥利奥吗？这辅助盾打得好，我们中场接了无数波了。是吧，站的不动给我压都没压到。双人救了。
电机不够。哎，他电机不够，我以为他电机够了。那小木屋差很多。差点把我给弄死了。
三角海的时候绝了。你这个牛逼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等位置呢。好啊，前锋，玩得好啊！拔掉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说我呢。
送，但是这个点也太烂了吧！超账，超账啊！好小子，估计跟星之双排的。哇靠，这么点短时间他就偷看我了。哎，玩得好，玩得好呀，画家。不一定救，那死太快了。还不就是吗？都双挂了还不救？我看画了，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看。应该死了，画点血条太满了。奴兵呢？盲女救人，
和他也一样，他二光。秒没了。就上那佣兵呢，最怂的。越怂越要杀。这关应该是保平局的。不管他，我要往右边上。
佣兵他也救不到，太远了，还没道具。被他点的铁屁股。秒回是挺秀，但没什么用。有洞吗？你不叫鸟？有洞还是有人啊？有前锋。保他，靠，这个车，你再来快一点，再来快一点就把我送走了。打得高了，
鸟的不给，就留着自己用。对我死活不关我事。囚徒。苍天开眼喽，这都能碰天资。哎，人家一个拐弯跳的，我拐弯跳就不会被他虫给打。靠，内鬼雕像！想电我！猛夫啊！咬好了吗？他少很多。
我弱智了，我抓个调音师，我弱智。那这一波应该是调音师是秒掉的，这一波传送了。大老远救啊，但我没耳鸣呢，半年也不救人。哦，来了，卖了。千里过来卡个耳鸣，这不应该吧？
哟！守住就赢了。一球流，把炸弹好捞啊！玩得好啊，前锋！
妈这什么洞啊？赶个末班车了。他都飞我，我直接一个滑步立马跑路。哎呦，结实让他没事了。奇怪的，噪音攻击呀、啊，这是。滑了个寂寞，你再追不上我。走了跑路，我靠，没人救吗？纯卖人啊，牛！
一个滑步跑路，干什么这是？好小子，姚林牛逼。不是有鸟吗？那这盲女重新修一台了，那这把应该是没了。清水就不下来了，这把戒指纯卖了，这把就没得打了。匹配还是快乐呀，提前滑步飞天，溜了溜了。